我是王威。华视新闻杂志，高雄的世运会进入最后倒数了，这是台湾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国际赛事，更是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最好舞台。而为了呈现出最好的一面，高雄市政府可以说是卯足了全力来准备。世运的主场馆是特别找来了国际建筑大师伊东丰雄亲自操刀，耗时两年，花费了52亿元新建完成全国唯一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赛场馆。而在520这一天，特别邀请到了匹兹堡交响乐团，还有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在现场演出，还搭配了非常精彩、比北京奥运还要好看的环场烟火。而光是这一场世运的暖身表演，就吸引了3万多人来这边参观。而事实上，最近世运的周边商品也开始热卖了，甚至还卖到了缺货。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到高雄迎接世运。缤纷的璀璨烟火点亮世运主场馆的夜空，搭配气势磅礴的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超过百年历史的匹兹堡交响乐团现场演奏震撼人心，激昂乐曲加上烟火释放，揭开庆典的序幕。压轴着闻名全世界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总共200人的大合唱，宛如天籁般的歌声，让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这是世运馆第一次启用，吸引3万多人进场。在520这一天，国际级的场地加上重量级音乐响宴，让所有人对主场馆印象深刻。时间回到去年3月，已经接近完工的高雄世运主场馆，从空中鸟瞰，就像一个盖在地上的巨型手环，盘根错节的钢筋凸显了建筑的困难性，开放式的设计正是它的精神所在。伊东丰雄，日本知名的建筑师，世运场馆就是他的作品。螺旋连续体的架构成为了整个新建过程中最大的挑战，这也是伊东在台湾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实体作品。3度空间的一个螺旋的一个结构体上，我们要把这个太阳光电板贴那个放上去，这是更困难。主场馆的设计还考虑到高雄的西北风向，让场馆可以自然通风，南北朝西北的倾斜，日光可以直射投掷区、田径跑道和主看台，加上8800多块的太阳光板，一年可以省下110万度电。这世运的开闭幕场地在众人注目下举行上梁祈福仪式，占地19公顷的世运主场馆可以容纳4万名的观众，完工后夜晚看起来就像一个会发光的琉璃。2009年1月动工2年，花费52亿的主场馆终于要完工了。这个晚上的市灯让主场馆壮观又美丽，宛如一颗夜明珠，惊艳了港都的夜空。3、2、1。乐声中，高雄世运主场馆头一次点亮自己，让大家看清楚。绚烂的灯光不止点亮主场馆的外观，还让高雄的夜色增添风采。同时间，内场灯光也全部开启，顿时就像白天一样。这次主要的设计建筑师伊东丰雄和参与的其他工程师也都亲自到场，一起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每4年举办一次的世界运动会有29年的历史了。1980年第一次是在荷兰举办，它提供了非奥运项目的全球比赛舞台。为了打响台湾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92年确定由高雄市代表申请，直到93年的6月，经过1年多的努力，才由前市长谢长廷跟世运会的主席席隆弗里克来签约。接着，世运委员会的筹组揭牌开始运作，一切困难才刚开始。首先，世运 logo 设计就是个大难题。如果一条线的话，用手简单一画就可以画出这个世运会的 logo， 不难看出这个字就是高雄的高字。设计者林洪泽老师说，他本来抓破头皮想了好几天都想不出来，没想到突然灵光乍现，短短2小时内就画出这个 logo。 高字会是这样写，把彩带的这个宽细的这个面运用在这个高字上面，
自然可能就形成了我们这个logo 的部分了。以汉字高为蓝图，运用书法力动笔势，结合色彩缤纷的彩带，传达出欢乐运动的意象。元素呢是采用代表欢乐的这种彩带我是想到说，到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整个高雄市呢可能会飘扬着很多的这个很欢乐的这种彩带的这种感觉。其中起笔点一抹旭日光辉和收笔处卷起的蓝色浪花，隐喻高雄就是个阳光城市和海洋首都。这个一笔画出的标志，简单活泼中将市运在高雄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发挥出高雄精神的，还有着众人喜爱的超可爱水滴宝宝。水精灵就是水和光的意象做结合，把海洋首都用水滴来做呈现，头上的发光体构造是起源这几年来营造的城市意象。不管是星光码头、城市光廊、太阳能共感式路灯，都让高雄更有自信力，也产生了水精灵被当成市运吉祥物的主要原因。就这边啊，这个地方就是通常说这边太复杂了。设计师埋头讨论一系列的周边商品，从一曝光就有高询问度。传统的包机造型，牵上四条细绳，轻轻抖一抖，平面的布料神奇的变成了一个包包。在设计的同时，有一些品项我们也积极的，就是说把台湾我们的文化放进去。就连普通的 T 恤都隐含设计师的巧思，背面丝带走动的时候，就像长了对翅膀，还可以拿下来当头巾。绑在手腕上变成防汗的腕带，丰富的想象力变成商品，背后是有一群获奖无数的设计团队，还有留学米兰的设计师。文化创意融合时尚设计和实用性，市运的周边商品让大家见识到台湾的活力和创意。尤其是进入市运倒数时刻，卡哇伊的周边商品也越来越夯，各个贩售地点生意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多少钱？这个690。它那款是拳头对青的，蓝色的那款是白色的。每一样看了都好想买，销售员手忙脚乱，100多种的周边商品，你能想得到的几乎都有，从袋子、拖鞋、杯子、雨伞、扑克牌、手机吊饰、钥匙圈，还有这种会发亮的圆珠笔，都是超热卖，女孩子又够爱。就是小朋友可能带便当盒啊，或者是去玩水、游泳都可以用。新版也可以用。那你觉得这次这个像市运的相关的一些商品，你觉得设计的怎么样？或者是说你觉得它设计出来的产品就很可爱呀，还蛮喜欢的。对，小孩子呢盯着看不肯走，总是拖着爸爸妈妈要来买。这个想要装什么？看不看？卡，装卡片啊。你觉得你很喜欢它上面的图案？要不要叫爸爸买给你？没有。像这种帽子和印有高字型的 T 恤，常常卖到缺货。越接近市运开幕，市运商品的热卖程度是呈现倍数成长。接就是没货，对，商品部分商品都没有货。然后这个 T 恤的话是限量 T 恤，对，它是以那个主场馆的那个直接那个图案，对对对。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询问度。对，询问度很高。市运倒数，为了让全台民众都能一起支持市运，整个高雄市政府还上上下下全力投入帮忙宣传行销，找来了滑轮溜冰选手们，在整个3月份全台走透透，加油造势来推广市运。欢迎我们滑轮选手进场。从争取举办市运的机会到筹备完工，这一点一滴让每个幕后推手感触良多，背后的辛酸更是不为人知。就期盼这个盛会能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也让全世界对台湾刮目相看。市运会将创下世界。